醒了，赶快吃早饭吧。嗯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那你以后可就天天活在梦里了。哎，你下午去见黎若生，你有把握吗？这个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，我是最了解黎若生的人嘛，所以所有的事情啊，都可以在我的掌控之中的。我知道利用黎若生抓到幽灵之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但你真的下得了手吗？那天要抓欧振海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有一点不忍心，所以我担心你。选择了错误的方向，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吗？吃饭啊！啊，等我一下。快点啊，都凉了。我呢，本来想等任务结束之后再说的，但我怕我们任务一个接着一个的，所以我很珍惜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三年前我跟你求过一次婚，当时我说我会好好的照顾你，但我没做到。这一次我保证，以前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一直爱着你。无论发生任何的情况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。荣月，嫁给我吧。我愿意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